这是我的父亲，他曾经是一位初中物理老师。讲台前的他口才很好，如今他却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内心。这是我的母亲，曾经她十指不沾阳春水，甚至连煮碗面都不会。如今的她，几乎精通每一件家务。这是我的家乡扬州。我们一家三口在这座小城分开了17年。如今，在这个老扬州城里，芸芸众生中，每天都上演着相遇、别离、重逢和告别，有欢乐和欣喜，也有落寞和悲伤。而10岁前的我，是平凡家庭中的一个幸福的孩子。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都是在老房子里面的，比如说就是和弟弟在阁楼玩捉迷藏，然后跟姐姐在露台上看星星，陪奶奶一起看电视，一大家子到过年的时候就会在楼下摆两张桌子一起吃饭。那个时候反正就记得嘛，奶奶就带着我到瘦西湖玩，然后带我到老富春吃早茶，就是感觉好像挺遥远的，但是记得却特别清晰。都说父母的爱是最无私的，其实年幼的孩子对父母的爱才是最投入和没有选择的。这份完整的爱在委托人小盛10岁的时候被打碎了。父亲厌倦了琐碎而平淡的生活，选择了离开，去寻找新的幸福。96、97年的时候差不多就已经开始闹离婚了，到了这个2001年我初一的时候，两个人就最后就把离婚给办了。分开也很纠结吧，孩子比较小，不分最好，对孩子成长肯定是有影响的。合着吧，勉强的过吧也不行，到了就是见了彼此都不太愿意说话这种地步。离婚不久后，父亲搬离了老房子，妈妈带着小盛也相继离开了，只剩下奶奶在这个老宅里独自生活。承载了小盛对家庭完整记忆的这座老房子，位于扬州市广陵区旧城7巷。房子和这周边的古城一样，似乎停滞在了时间里。他也会经常到老房子那边去看奶奶，奶奶年纪大了，他呢也想奶奶，奶奶也需要他照应，后来以后他就跟奶奶一起住了。小盛和奶奶相依为伴，开始了和父母长期分居三地的生活。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非亲非故、萍水相逢的人们能互相帮助，亲密无间。而原本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却在10多年的岁月里渐行渐远。正当小盛努力习惯和接受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玩笑。2019年3月6号的时候，苏北医院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您是盛仲彦的儿子吗？说你现在可能要来一下医院，你父亲的状况不太好。是住院的当天夜里面，就发现他就是说话说不出来了，后面就是发现就是整个右边就是右半身不遂，当时情况比较危急。他这个脾气比较倔强嘛，他有一次在这个疗养院就发脾气，然后当时闹得动静很大，然后说你如果你不愿意住在那边，那这样还是要不然住回家，然后他当时同意了，所以后来就把他从疗养院接回了老房子。因为父亲无法适应疗养院的生活，小盛毅然决然把他接回了老房子，从此照顾不能言语的父亲的重任落在了小盛和奶奶这一老一少的肩上。回到这边之后，就是后来天气转凉了，楼下就是虽然就因为他不方便上来嘛，就是在楼下，但是他觉得就是很冷，受不了。
对，虽然已经到三月份了，但在上面只盖床被子还是嫌冷，特别这两天又降温了，这得再拿一床吧。小盛家的房子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一幢两层的砖混结构的自建房。由于通风采光差，加之渗水严重，导致房子阴冷潮湿。考虑到父亲身体状况不适宜在老房子里生活，小盛为他租了一间阳光充足并且带院子的房子，没想到还是出了事。然后有一次摔了一跤，我打电话通知我说你父亲跌下来了，几个小时都没人管，我整个人就会处于一个很崩溃的一个状态，然后整个人在路上就很焦躁。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奶奶那边有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在忙完她的事情又要到奶奶那边，甚至可能还要回单位加班。一边是失语暴躁无法自理的父亲，一边是繁重琐碎压力巨大的工作。就在小盛疲惫不堪的时候，命运又给了他一次沉重的打击。奶奶在2020年底永远地离开了他。是2020年走的。说起来要照顾他，其实没有照顾得特别好吧。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小盛迎来了他生命中的一束光。因为其实在跟我谈之前，他也知道我们家的这个状况了嘛，就现在家里的状况。我虽然没有主动跟他说过这些，但是他一直都是就主动帮我去承担了这部分的责任。孙子，这个电水有点跟着海呢，你赶快上去看一下。今天早上雨下的比较大，它这边的雨呢一大，然后它就会堵起来，然后厨房那边漏水就会非常严重。那个下面楼的哗哗的，它已经六层的钢筋怎么办呢？其实我夫人住来的时候，其实这边整体的房子的问题就比较大了，就是漏水啊、断电啊、虫灾啊，就是其实生活条件还是这个蛮艰苦的。断电了？我知道呢，哎呀，估计又跳闸了。是里面吗？不是，来外面跳掉了。哎呦喂！住到冬天的时候发现不行了，因为洗澡的时候，它的水啊、水量、水温达不到，然后外面如果开了空调，里面就有断电，导致如果他不在家，我一个人是不敢洗澡的，因为我怕突然断电。啊，暂停接。老房子的居住问题，他们尚能适应。但是每天在父亲的出租房、工作单位、老房子间来回奔波，让小盛夫妇无论是在精力还是经济上都不堪重负。其实想过很多种方案，然后之前找房子什么的都是我一直在帮忙找的，家人是要在一块儿的。后来嘛，就是在西边给我爸爸又找了一个带电梯的商品房嘛，让他尽量离我们靠得近一些，这样子我们就是确实方便去照顾他。到了这边之后，就是环境变好了吧，父亲的要求又变高起来了，然后特别是在吃饭这个方面，因为他对于这个阿姨做菜啊各方面就特别的挑剔，换了就两个月不到换了有4位阿姨，就是他可能对人家做菜不满意，就阿姨照顾嘛，也只是说早上啊帮带个早饭，然后主要中午做个饭，晚上其实还是就是说我包括安娜我们要去照顾我父亲，但实际上你要面临比如下雨天或者你有加班的话，这个其实依然不住在一起，依然不方便。命运的轨迹总是不可预测，谁都没想到一个本不需要出现的人却重新出现在了小盛的生活中。一开始也很多年没有见了，那个时候其实我母亲去照顾我父亲的时候，我也是想过合不合适，我的一些朋友知道了以后都会说啊，你妈妈去照顾你爸爸了，他们不是离婚了吗？我说对，是离婚了。哦，那你妈不简单。这麻辣头多少现金啊？这个还行吧，拿三个吧。行，可以，就这。他爸爸有病的时候，他也要照顾，另外工作上压力也比较大。我还是心疼儿子的，希望能帮到儿子，也帮到他，照顾到他。把他们都照顾好。他的牙不好，他那个老的他吃不动，所以说东西都要嫩一点。我给你把这个挡起来，先晾上。
我妈也是挺不容易的吧，因为她其实本人呢，她这个兴趣爱好也比较多，就是她其实在没有照顾我爸之前，她每天去打乒乓球啊，出去打比赛，她就特别喜欢。有的时候可能周末我要加班，她本来可能打算去南京或者去其他地方参加比赛，她可能就要面临就是被迫得放弃，因为这个她自己牺牲了很多吧。他其实是为了帮我们减轻负担去帮这个忙的，所以就是肯定的，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很感谢他的。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好像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那个时候啊，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就是一瞬间，但是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内心里面其实真的会感觉非常的温暖。母亲帮小胜分担了照顾父亲的重任，卸下了他肩头的压力，但一家三口依然分居在这座城市的三个角落，母亲也被拖入了这场奔波之中。此情此景下，小胜内心萌生了改造老房的想法。当时我的计划嘛，就是把房子重新装一遍，一定要做好，然后让父亲住在楼下，然后呢，我楼上一个房间留给母亲，这样子一家人住在一起，就是我们住在楼上，我们有自己的空间，但是呢跟父亲又在一个房子里，就是也方便去照顾他，但是也不会去打扰他。这样首先一个是节约了这个时间成本，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把那部分房租给节省下来。小胜已经做好了未来的一切规划，那么离婚了22年的母亲还愿意回到这个当年令他伤心的老宅吗？我呢也想了很久，他们确实需要我，我们帮他们照应照应啊，生活上的事，以后要是有小孩的话，也可以帮着照看。喂，哎，阿然，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有空刚来帮我补个假来。会多少原谅他一点吗？还恨他吗？没恨，就不恨。之前也没恨，不恨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假如恨的话，自己也会很痛苦。他曾经跟我道过歉了，啊，原谅，不纠结。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了，将来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生活。不要把有些事情看得一成不变。就是一就是一，二爱就是二。随着我们越来越老，很多事情可能会看淡一点了，无所谓恨，无所谓爱。作为这个曾经的妻子，现在就是说，能帮到儿子，帮到儿子的父亲，从我内心来说，我还是乐意做这一点的。我觉得我这么做了，我也不后悔。房子在老去，这个扬州小城的故事还在续写，其中的悲欢离合，他人的理解和不理解都显得并不重要。不管岁月让人如何变化，时间并不能让一切痕迹泯灭，曾经发生的过往都是生命中不可忘却的印记。不管来时的路朝向哪里，又走向何方，终究会找到各自的归宿。本次改造的项目既有建筑部分，又有室内改造部分，并且业主的父亲为易感人群，对室内的动线和材料都非常敏感，所以节目组出于重视，邀请两位设计师共同完成本次项目。张灿本次项目中，他负责建筑和结构的规划设计，而室内软装及硬装部分则是给到了吴俊逸。吴俊逸出生于扬州，常年在江浙沪工作，
对于扬州文化及扬州人的生活习惯很了解，这次他将与张灿一起完成本次改造项目。2023年3月下旬，他们分别来到扬州，了解委托人的诉求及房屋的情况。那张老师，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房子。好，这个房子大概是1980年的时候我奶奶建的，当时是买了一块私地，相当于是100平的地。这边呢，就是整个装修都是2009年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我们楼上下前前后后装修，大概前后装了有7次。对，就是有一些，比如这边和厨房、客厅跟厨房是2009年装的，一楼的卧室是2017年装的，然后二楼的卧室2006年跟2019年装的。这次改造的委托人的房子位于扬州的老的城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二层小楼，总的面积大概有128平米左右，算是一个三室两厅的一个房屋结构。这边是楼下的这个卧室，就是我2016年、2017年的时候装修的，一开始是我自己住，后来就是2019年我父亲中风之后呢，我就把楼下的房间给他住，就是到大概10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受不了了，一个是湿度特别高，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冷，开了空调之后他也嫌冷，最后实在就是忍受不了，最后出去租了房子。爸爸当时搬走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上厕所不方便，因为这个房间虽然很大，但是他要出去要从那边绕一大圈才能上到厕所，对对，上厕所也不方便。就一层这块其实也只有我们在那一个点位了，是我们整个房子只有那一个卫生间，对，这个其实也蛮麻烦的。这边是就是目前的厨房，然后这边以前就是天井楼，上面是露台。这边它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就因为这个潮湿之后，导致它整个这边的就除了灯的之外，它的电路全部都是损坏的。就我们这边的所有的插座都没有办法使用，它没有接天然气嘛，就我们全要靠电。然后今天不凑巧，门打不开了，卫生间的这个门它可能变形了，因为潮湿，可能因为这个变形。可能是变形吧。哦，这还有一个淋浴间。这个我们在那个外墙的时候，它长了一棵树，然后呢，这个树它的那个就是根系就长进来了，直接从外墙呢就是破到里面来了。这个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它这厕所不透气嘛。啊，对。它厕所不透气，所以它安排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换风。对。厨房的区域和老房的主体历史上是先后建造的，两个建筑之间衔接没有做好，造成了许多漏水的现象。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外置的楼梯。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外置楼梯跟围墙完全是贴在一起的。对，你像它这个青苔，下雪的时候特别难铲，因为我就记得2008年那个时候大雪，5点多钟我就得起来给它铲雪，一直要铲到楼上的话，要铲到7点多钟。它这个棚子是我奶奶以前搭建的，也就是因为就它这个露台在这儿，它是起了避雨的。基本上每次下雨呢，就会发现少一片，地上就会多一片。掉到我们家还好，就怕一吹到邻居家去，影响邻居比较怕哦。对，上面就是露台。就二楼这边这个露台嘛，以前都是我奶奶在这边种花种菜的。这一块的话我看了一下，整个积水这一块还是比较严重的。他们家这个通往二层的楼梯是一个完全户外的楼梯，那刮风下雨行走起来非常的不方便，下雨的时候雨水还会通过楼梯的坡度流向一楼的厨房。那楼梯向上的这个空间呢是一个小的平台，它没有做过任何的防水处理啊，而且我们有看到非常多的裂缝的痕迹，那很多雨水啊通过这个裂缝就流入到了一楼的空间。是我住的房间。还有小时候的记忆一个。对，看我带您进来看一下，等一下。哎，哦，这个房子还就是有高度，虽然这边重新装修过了，整个墙面装修之后大概不到半年就已经开始，明白，有很多裂痕。张老师，这边就是我奶奶的房间。这是奶奶的房子哈。有点难开。哎，是。哎，哦，它的这个顶呢，其实我们已经补了很多次了。我就是重新实瓦，包括就是在上面就是用那种防水材料补了很多次。但是这边您看那边它还是透光的，它没有。上去看看。您方便吗？我帮您扶着。这个梯子很老了哦，您小心啊。这个木。但这种结构我站在上面我都是心惊胆战的。我也很害怕。这种结构就是感觉是要踩空下去的感觉。哦，这个结构是这样的。都完全，对，您都粉掉了。您头顶那块就是它漏光的位置吗？您看这边。哦，这个地方已经漏光了。这边是我又补，后期请人又来补。又来补过一次。对，当时那个老鼠就是从上面下来的。这个就完全都粉掉了，这个就。
就完全粉掉了。这种梁的承载力怎么样啊？我这种我都有点怀疑。如果是按照目前国家的现行规范的要求来，是吧？承载力肯定都是有不足的，因为很明显的，你注意到我们这个梁在山墙上搁起来的一个现象的裂缝，这个就属于典型的墙体局部的砂浆丧失的。您看这个地上，就是它这个用的预制板嘛，其实在楼下我们能看到它有那个裂痕，然后就是楼上，其实楼上这边我是觉得它这个缝隙现在已经比较像以前的时候，小时候也有，但是它是很细的一道缝，现在就是越来越大。您看这个，它这个现在指甲都已经完全能伸进去了。在主体房屋看完以后，业主向设计师介绍，他们的主体建筑旁边还有一间偏房。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二号楼，它这个结构损坏比较严重。我来简单看一下。哦，它原来的这个顶部这一块内部只用塞加板来做了一下，打了个底。那这一间偏房呢，还是80年代最后的那种啊瓦房，那整体的整个一个状态都非常的不好。阿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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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吴，你好，你好，请进，请进。妈妈，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他那个上厕所又方便。那上厕所要比较方便。除此之外，我们也详细的了解了阿姨的一些生活的爱好和需求。这次的改造房子结构比较复杂，业主的需求也比较多。同时，因为房子位于扬州老城区，不允许拆除重建，只能进行结构性改造。这对于我和张老师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希望后面能顺利完成这次的改造任务。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装修是个大工程，建行装修分期信用卡，期待您美美的新家。在初步了解完项目情况后，设计师张灿返回了位于成都的公司。我们今年的这个梦改的事情在扬州，后呢，它其实是一个有老人，然后完了之后，而且行动不太方便，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的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和同事们进行房屋信息的汇总和整理后，张灿又赶回了扬州的工地。来看了这个房子之后，我觉得比去年的那个还要麻烦得多，它左邻右舍靠得太近。然后又在历史文化的一个保护区里面，就它的所有的尺寸就不能往外一点的延展，就完全要在它的基地范围内，然后同时它的风貌也必须跟老的街区是呼应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设计思考的一些出发点和方向。本次的项目涉及到建筑改造、室内设计和景观规划，工作纷繁而复杂。马不停蹄地回到工地后，张灿与仍旧留在现场的设计师吴俊义立刻进入了设计思路的讨论。首先要探讨的是房屋未来的整体外观风格。把下面我们做型，我们这一节整个做型，就它上面这个部分保留的比较历史一点，底部这一块建型我觉得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要保留就保留，要不然就另外的策略了。小盛家的房子虽然占地仅有96平方米，但是形式复杂，整幢房子无论是内部还是外立面都充斥着历史上各个年代加建的痕迹。在设计创意阶段，两位设计师就陷入了两难。因为你要知道，有风情无序叫有风情，有序了很多风情就不在了，改得很有序然后干干净净的，那是另外一种策略，不是不对，也是对的，但是是另外一种策略，我们到底要采用哪种策略，这个是我们也一起争论的这个事情。既可以选择当地整体风貌统一的青砖白墙修旧如旧，也可以选择和当地建筑风貌和而不同的形式。那么设计师是如何考虑的呢？房子是在扬州的一个风貌区这一块，那原有的一个状态呢和扬州周边的民居的这种氛围还是比较接近的。新旧结合的话是我跟张老师讨论以后的一个一致意见。原来的这个房屋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它的结构把装饰面进行清拆之后去决策或者是去判断到底我们该往哪个方向，除了刚才说的以外，我们还要去了解这个家庭更多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喜好，两条线的工作我们要一并的展开，同步思考。在这样的思路下，两位设计师兵分两路，一位负责组织安排清拆工作，一位负责进一步了解委托人一家，
尤其是小盛夫妻的生活需求。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厨房比较小，基本上只能一个人在这边。现在吃饭嘛都比较讲究融合嘛，就是我们想能比如说我做中餐的时候我老公也能跟着一起做西餐，这样能一起去忙也快一点。我看你这边的话就是等于两台电脑在这边，你们俩应该平常就在这边的时间是不是还挺多的？对，因为我们工作需求吧，有时候在这边剪剪片子写写什么方案之类的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做这样的项目呢，我们很容易把室内设计的焦点集中在身体不好的这个父亲身上，而忽略了年轻人其实才是未来这个房子活动比较多的。之前呢我们去小盛家看了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些了解。那我希望说未来这里不仅仅是老人养老的房子，而且更是他们整个家庭温馨的家。与此同时，张灿则开始组织施工队进场，对房屋表面装饰层进行清拆。现场的装饰层被拆除后，老建筑的情况也让工人们惊讶。这烂泥墙你看到吧，这个墙就是这样的，沙灰墙，就是烂泥墙，这是几十年前粉了，这不是现在粉的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张灿立即带着专业的结构师来到现场勘察，得出结论更令他们担忧。砖的情况其实还可以，砖的情况我们目前这种砖的情况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最怕的就是这种状态，它砖和砖之间已经根本就没有砂浆。但这个现在这块墙是一个，这块墙这是主墙，这个是 主墙了。而最严峻也最令设计师担心的是房屋的原始结构。房子的承重结构是很混乱的，墙体本来的承载力它就有问题，有些需要横梁和柱子的位置啊，它也是没有的。那室外的那个楼梯和二楼的阁楼都是单独靠在一面墙上承重，那整个结构呢就没有形成一个体系。阁楼跟楼梯的话，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危险，我们首先会把它进行拆除，然后用重新做结构加固的方式把它重新再恢复好。原来的话辅楼跟主楼是一个分开的一个结构啊，那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说要把辅楼跟主楼结合起来啊，整体来规划。为确保房屋未来的安全，第一步就是要进行结构加固和结构重塑。在原始墙里拆除以后，用水冲把上面的灰尘要冲干净。那在冲这个灰尘的时候，一次性还冲不掉，所以前期我们打第一次水的时候，是把整体的墙面浸泡住，然后进行二次冲洗。二次冲洗完以后，才能进行挂网粉刷，这样它保证了整个墙体的结构度。施工方首先将原本老墙中松动的沙土冲刷干净，并在所有砖缝中填充高标号水泥后，对整个墙面进行挂网粉刷，同时还需要在墙体上植入钢筋。竖向钢筋是采取12的卢公钢，横向的采取6个的江居300，以后呢进行拉级，再通过高强度的砂浆把它再粉上去，这样就使得一个整体的墙体的这个一个牢度。墙面加固完成后，施工方也对原有门洞进行结构加固，并在全屋重点区域增加了新的承重体系。考虑到楼板的承载力比较重，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立柱，就两侧做了立柱的加固，然后在立柱上面做了一个横梁，那保证它整体结构力的安全性。根据设计师和结构师的要求，施工方一共在整个房子中增加了4根承重柱和10根横梁，将整个老建筑的楼板牢牢地顶了起来。而在二楼重做阁楼的地方，设计师也要求施工方在墙体上预埋了钢结构预制件。安全问题解决后，两位设计师各自出了一稿平面布局方案。这呢是等于一楼的卫生间在这儿，那上方也是在一个点位的，那二楼的这个一楼主卫的也是在这儿。两位设计师向彼此分享了各自的平面布局方案，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反复的沟通过程中，两人的分歧并不小。我不是特别赞同这个哈，你这样一做了之后，这个房子又不通风了。就我这个其实它的整个复杂度，每一个就你每转折，你都有这种意境的这种表达。在张灿的方案中，他将入户门和楼梯都安排到了辅楼区域，原本的主入口区域封闭后调整为工位和玄关，厨房、餐厅和客厅则串联在一起，
被安排在中间区域，父亲的卧室保留在原位，但为其增加了一个独立使用的卫生间，形成套间。原本户外楼梯区域则设计成了一处小庭院。巫俊逸的方案中同样把入户门设置在辅楼，但不同的是他将玄关和入户区结合在一起，同时在入户区和楼梯中间增加了隔断，以保护业主隐私。同时考虑到小盛夫妻对中西厨的需求，他将原本的客厅规划为开放式的中西厨和餐厅。另一大区别是，巫俊逸在一楼仅安排了一个卫生间，设置在靠近父亲卧室的南边区域，可以同时供父亲和其他人使用。而原本的户外楼梯区域则同样规划为小庭院。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当中，我跟巫老师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意见，因为从室内的考虑和建筑生活的考虑有不同的状态。特别是在一楼部分的卫生间，我的设计是保证两个卫生间，一个是他父亲能够独立使用的，第二个卫生间是在不影响父亲的卫生间的情况下，我们的客人因为他的业主提出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聚会啊，年轻人的他们的以后的生活的方式，如果做一个卫生间，这个位置是靠近我们南面所采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所有的人来回上卫生间，对于整个的气味、人的行为相互干扰都有一定的问题。他们家单层只有90多平米，做两个卫生间，首先我认为空间上是有所浪费的。他们家是有中西厨的要求的，同时平常就有一个老人住在一楼。张老师那个方案里，为了增加出工位，其实把原本比较完整的厨房和餐厅就切得不规则了，台面和储藏空间也因此少了一块，而且卫生间紧挨着厨房，我认为也值得商榷。委托人一家呢，其实平时有客人的次数也不多，在一楼设置一个大的卫生间大家使用，我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针对二楼的平面方案，两人的分歧同样不小。在张灿的方案里，二楼分成两个套间，供小盛夫妇和小盛母亲使用，而巫俊逸的方案中，二楼则有两个独立的卧室，一个书房和一个公共卫生间组成。另一个区别则是楼梯，在张灿的方案中，在上到二楼之后，仍需要经过一段可开可合的半开放区域，才能到达两间卧室。而巫俊逸的方案中，他通过墙体开动的方式，将楼梯和通往房间的过道都移到了室内，并且将过道区域设置成了小夫妻的书房。二楼的平面设计其实也非常考究，因为它承载着两个不同的家庭所需求的。因为，一个是他夫妇，年轻夫妇两个，他为马上可能会要孩子，他们是一个生活系统；另外的一个是他母亲要照顾他父亲这样的一个生活系统。我们这个方案当中可能有一个跟吴老师的有一定的区别，按照原来的老房子，我们是通过一个完全户外的一个通道进入两个房间，那么吴老师是通过内部的一个通道，但是就占用了内部空间，减少了卫生间，然后通到两个房间。其实我觉得占用一部分的阳台，然后做成一个可开可合的一个半户外空间，既能透空气又能防雨的一个廊，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二楼相对比较小啊，一楼只有90多平米，二楼去掉露台以后，那空间相对更局促一点。所以我当时只做了一个卫生间，把两个卧室的面积扩到了最大。做书房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把书房做成了一个通道，那如果说里外共用的情况下，它又是一个卧室的套房。而针对阁楼，两位设计师的方案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张灿的方案中，他将楼梯规划在小盛夫妻卧室的中间区域，并采用了错步式楼梯，节省空间但坡度较陡。巫俊逸则将楼梯独立设置在房屋北侧，并且他将楼梯设计成常规的单跑楼梯，通过增加楼梯的台阶数降低了坡度，但更占空间。这个阁楼的楼梯，我的设计是放在前区部分和我们的卧室空间在一起，然后用错步式的方式去结合我们的空间和尺度。然后巫老师的是楼梯是钻到北墙，从北墙的窗户
侧面上上去，一个我们是斜屋顶，从北面的窗户上去，其实这个空间是比较矮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从中间上结合我们在高顶上面的空间，然后让人能够基本能够站立去上到阁楼上。张老师的楼梯呢，当时他设计为了节约空间，他设计了一个这个错步式的单跑的楼梯但是从我的角度思考，我觉得在未来有可能说小夫妻他们会有了孩子以后，错步型的楼梯其实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我还是希望说做一个传统的这个单跑的楼梯。那虽然空间上会适当的拉长距离那但是它的整个的一个未来阁楼的这个使用和他们行走的这个安全性会更好。两位设计师在生活里相处非常融洽，但是在工作中出于对委托人未来生活的负责，在设计上他们都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我的话已经憋了很久，设计师都知道核心就是平面，我是要从室内的角度能更多的把这个项目能够配合张老师把内空间做得更好，那我觉得这是我来的作用。如果说我起不到这个作用只是顺从，那我觉得我出不出现没有关系。设计作品可东可西可高可低都没有绝对正确，都没有绝对，它可能适合某个空间某个人，可能适合于某个气候，它可能都会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输出的这个项目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代表着给这个家庭到底带来什么。其实在方案上有出入也很正常，都是为了更好的改造这个项目，所以大家也比较执着吧。价可以炒，但是不能往心里去，这个是必须的。往心里去，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了。价还没炒，不会的。始终把尊重委托人的生活所需作为出发点和目的，是两位设计师能成为优秀设计师的所在。一切以工作为重，秉持着这样的态度，两人还没顾得上吃饭，又开始详细比对彼此的方案。他们发现方案分歧的核心是卫生间的数量问题，因此还是需要从功能性出发，以及从委托人对实际使用的需求做出选择。张老师和巫老师也跟我讲了目前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可能卫生间还是要多一些，因为我们夫妻两个人，包括我的母亲还有父亲，都比较在意个人的隐私，各自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是蛮重要的。两位设计师在委托人需求的基础上，又结合各自的想法，最终将方案优化。两位设计师将入户门和玄关以及楼梯安排在辅楼，并在楼梯和入户门之间设置用于遮挡视线的隔断，一楼卫生间的数量则确定为两个。二楼平面总体上保留了两间套房，而由于辅楼层高限制，如果要将楼梯全部移入室内，则需要弯腰才能进入房间。因此楼梯方案以张灿的设计为主，利用部分的露台区域搭建半户外的连廊通往两间卧室，而通往阁楼的楼梯则采用了常规的单跑梯，代替了直上直下的错步式楼梯。虽然牺牲了一些空间，但是提高了楼梯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平面方案确定后，设计师将原本南边的楼梯移到了西侧辅楼的位置，辅楼的土建工作随即展开。辅楼的位置很窄，原来建筑最大宽度只有1.7米，如今重建这一部分的区域，设计师采用了清水混凝土的建造工艺，这是为什么呢？跟吴老师一起也算是这个部分算是不约而同的，就把我们的入户门放在了这个偏房部分，但这个偏房部分有左邻右舍，很狭窄很近，我们的实际有效的内空宽度只有1.6米的宽度，所以说我们需要用最节省的方式去建造这个偏房。我们希望最后采用的是混凝土浇筑的方式，就是浇筑混凝土完成的面就是最后的装饰面，就不再进行装饰，所有的线路预埋全部用混凝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清水混凝土的方式一方面能契合周边房屋水泥外墙的整体风貌，同时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砖墙墙缝受潮开裂后被周边植物趁虚而入的风险。但这种建造方式
却给施工方带来了很大的考验。它是属于就是跟邻居之间它是共用了一堵墙嘛，一堵墙了以后它就是这个板墙就是中间它是用一定要有固定的螺杆两边对拉，它这个模板才能保证垂直度。然后的话，因为它现在隔壁是有房子的，刚好贴着它的墙，我人就是没有操作面，根本就没法做。经过一个半月的施工，辅楼的主体结构完成，而针对主楼的外立面修复，设计师则贯彻了新旧结合的原则。一楼的外立面和辅楼相一致，采用了清水混凝土风格，二楼则保留了原先的老墙。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设计师。把这个揭开一下。这个吗？揭了给我们看一下。它是一层油毡，它还不是抹的水泥，就铺上去用木条钉在上面的。它就是纯粹在下面一个预制的钢筋混凝土的一个领条。哦，它这是席面。铺了茅草之后呢，你看吧，下面就是茅草了吧。原来的房屋屋顶非常简陋，在屋顶的横梁上只盖着一层草席、一层毛毡和一层瓦片。修复这个屋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采用了同样采用的原来的构造方式，只是说增加了它的防水层，增加了它的保温层等等，恢复了它原来的旧瓦。工人在将屋面瓦片拆除后，对完整瓦片予以保留，供日后继续使用。而原本简易的草席和毛毡则被更加耐用的竹胶板取代。这个是木模板，也是竹胶板，这个板啊硬，还有不容易那个变形。通过材料的替换还不能完全解决房屋的漏水问题，因此施工方又增加了一道防水措施。这个防水质量很好，它呢是沥青做的，而且软，也不会脆，不会变硬。像这种屋顶做法相对较为经济，更重要的是不会对原有老房结构增加太多的额外荷载。在对原有屋面进行全面防水处理以后，工人们将原来保留的瓦片小心翼翼地铺设到房屋的顶面。按照街区的要求是要恢复过去，形成我们的老城区的这个屋顶，而不是把它换成新瓦。新瓦完全就很突兀地会在那个上面。新瓦应该要比旧瓦要荷载要稍稍重一点，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不改变原来的重量的情况下去恢复这个瓦面的状态。除了对屋顶外侧进行重新修缮以外，为了确保屋顶不漏水以及实现保温、隔音等功能，施工方还对屋顶内侧的空隙进行了处理。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啊，在不破坏屋顶的情况下会采用聚氨酯喷涂保温的方式，这种选择代价比较低，效果好，施工也方便。屋顶处理完以后，老化的外墙也需要进行防水处理。设计师和施工方在东墙的处理上又犯了难。东北墙啊，绝对不要放这边砖，因为它已经空鼓了，看到了没，红砖了。那这栋是本来就是砖墙，对吧？这栋是楼含水量一大的话，水绝对会进去。原来在老房子的东墙上爬满了陪伴小生一家多年的爬山虎，小生也曾向设计师提出希望能保留这份童年的记忆。明天再看一看，那个小江，你跟魏总再商量一下。经设计师和委托方商量以后，他们还是希望保留这片爬山虎，所以我们呢就采用内外兼修的方式，就是对外墙就明显的漏洞和裂缝的地方采用了个高分子水泥进行维修，然后室内呢采用就是整个的防水，对东面墙做全面的处理。施工队掀开叶子，一片一片的用高分子水泥进行修补，确保墙面防水万无一失。处理完外侧墙面后，设计师在内墙也加强了防水措施。因为原本的建筑比较的老旧，潮湿非常的严重，所以在基层的处理上使用了立邦匹乐宝耐水粒子，能有效耐水耐碱，坚固耐久，为后续面漆涂刷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容易发生漏水的地方往往是不起眼的交接处，新浇筑的建筑和原有老墙的接缝处便是最可能的漏点。这边要凿开做加强处理。今天呢是在把老房子的粉刷层打开，然后做一条沟槽，跟新结构之间做一个连接。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做一个45度的斜坡，让后期有水下来的时候，我们会
更好的排水。这里我们使用了一种高分子材料，粘贴性强，防水效果好。做这个之后，我们还再做一层防水的覆盖，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新老墙交接以及老房子本身一个渗漏的风险。处理完接缝后，露台区域也需要进行防水处理。屋顶、墙面、交接缝的漏水渗水问题解决后，设计师又将目光放在了另一个防水的重点区域——门窗。为此，张灿来到了位于成都的门窗实验室，来考察门窗的性能。门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抗风压现在，因为它的那种密闭性和抗风压，对的对的，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风暴模拟测试，啊，现在目前是八级，十二级，哇！你说你看这些地方完全没有，哎，对对对对，没有一点透风的那种状态，对对对对对，你看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除了常规的窗户之外，为了增加房屋整体的采光和通风，设计师在屋顶上新增了三个天窗。我们现在在做的梯窗的一个支撑，支撑这个是梯窗的一个底柱嘛，就是我们的底柱是跟原来的原机构的横条是离机的，啊，这样的话整个窗子的自重就压在我们这个底柱上面。底柱下面我们这是一个排水槽，上部分的水啊就是流到我们这个水槽里面，是通过水槽往下泄，然后下面的水槽再流到下层瓦的那个瓦上去，排到屋面上。而天窗的防水又是一大难点，施工方在混凝土底座和铝合金水槽之间用高分子材料进行衔接，确保天窗未来不存在漏水的隐患。防水问题解决后，下一步要考虑的是采暖问题。原本老房子还未入冬就已阴冷无比，考虑到两位老人未来居住的舒适性，在为小盛家申请开通了管道燃气入户后，设计师引入了全屋地暖系统。我们根据业主家里的情况布置了定制化的全屋地暖方案，可以通过分路控制单独对每个房间的开关或者温度进行调节，还能帮助空间防潮除湿。在地面回填后，为了确保地面的平整度，防止地面因为热胀冷缩而出现开裂的情况，施工方选择了更好的自流平施工工艺。地面出现起鼓、开裂、起灰、发潮、变黑等现象，其实大多数是地面早平没有做好。面对这个老房子凹凸不平的地面基层，我们使用了立邦快油平高强自流平，相较于传统细沙混凝土早平来说，自动化程度更高，早平速度更快，更平整。立邦自流平轻松实现地面平整光滑的效果，有效避免后续地面出现开裂问题。小盛父亲平时对噪音很敏感，晚上经常休息不好，为此设计师选用了一款具有强大静音功能的木地板。针对小盛父亲爱抽烟的习惯，设计师在结构加固时就在新增的横梁上预埋了孔洞，以安装全屋新风系统。就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施工现场传来了邻居的声音。原来小盛家的房屋和邻居家之间非常接近，甚至有部分墙体是共用的。邻居们担心小盛家重新做了排水以后，他们家的排水会出现堵塞现象。这个问题早在设计之初，两位设计师就已经做了充分考量。他们引进了新的排水方式，将周围邻居的庭院排水全都集中在了一起处理。重新梳理以后呢，我们二楼跟一楼的管道的话，全部是通过内部的我们自己的排水系统，跟邻居之间的话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之后的话，我也是跟周边的邻居啊，也是全盘的解释了一下我们现有的一个排水方案啊，大家也是对此这个打消了疑虑。除了对庭院排水进行升级，针对室内部分的排水排污系统，设计师也充分考虑到小盛一家的生活需求。现在安装的是卫生间的下排水管道，考虑到业主父亲身体原因，噪音会影响他的睡眠，所以我们采用的这款进口的静音管道，可以将排水噪音降低最多20分贝，能够给老爷子一个安静的舒适的居住环境。
前期呢，我们用的钢筋的都是。就在房屋土建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小盛夫妻面前。我们前期的结构改造已经全部结束了，那后面呢，我们的硬装、软装要同步进场，就是你看看这个费用，就怎么支付比较方便一点。可能我们手上的这个资金后期有点困难。资金困难，您看这样，就之前呢，我有个客户，他那是做过那个建行信用卡的，叫装修分期业务，就是我给您看一下啊，他可以线上申请，他可以分60期还款，还蛮方便的。你看他这个硬装、软装、家具、家电都可以用，分期额度高达100万，可以灵活选择，无需抵押担保。哎，这个可以。资金问题得以解决，设计师也开始针对小盛家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兴趣爱好，进行全屋定制产品的筛选。因为他母亲呢，这个身高也不是太高，那我们要考虑到他的整个的操作使用。老爷子房间里面的这个柜子，他应该要有一些功能性。小盛夫妻和小盛的母亲对烹饪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小盛的母亲，还有囤积米、油、面以及各类锅碗瓢盆的习惯。设计师也专门定制了坚固耐用的橱柜，以满足全家人的日常所需。这个抽屉是用到我们扬州项目上的厨房里边的锅栏，实际承重呢可以承受到60公斤。那我们吴老师可以啊踩上去试一下。你确定啊？啊？对，你放心。可以。大胆的试。可以摇一摇吗？可以蹦起来。弹性不错。随着全屋定制进场安装工作的开展，设计师为委托人一家打造的强大的收纳体系逐渐成型。整个空间里面差不多展开面积要做了大概70个平方啊左右的一个收纳空间，储物的功能基本上完全可以满足他们这个家庭未来的整个需求。小盛父亲行动不便，邬俊逸特意为他设计了一款特殊的活动家具。这个呢，我给他定位就是给父亲在房间里面用餐的。然后呢，只不过说父亲呢，他以前还是喜欢这个打点小扑克。对。那我这个开盖里面是收纳的嘛？对啊，我上面还可以下下棋。好，除了新做的家具以外，设计师还将原先老屋保留下来的老家具做了改造修复。原有的这个家具，这个它在像比如说竹子那款家具，可能说它的结构已经基本上不足以在未来这个生活当中去使用，但是它的形态我觉得很好，所以我们用它来作为原有的这个回忆，我们重新再复刻它啊，但是我们给它赋予它新的材质。除了为老人家周到考虑外，设计师也兼顾了小盛夫妻作为艺术工作者的品质需求。在厨房卫生间的墙面材料上选择了更为个性化和艺术化的手工砖。我们现在实际上本身选择的是手工砖，它更多体现的就是表层的边口烧制完的一种自然的一个形态。那它的自然形态的话，我们在铺贴的时候呢，就尽量是用这个2毫米的这个卡扣，能保持它预留出来的这个缝隙，这个有一定的均匀度。考虑到厨卫空间的墙面地面经常沾水，瓷砖接缝处很容易藏污纳垢和出现发霉的现象。而为了彻底打消这个隐患，现场的师傅选用了特殊的美缝产品。卫生间厨房的美缝剂，我们都使用了立邦的水芯砂水性环氧彩砂。环氧彩砂具有哑光磨砂效果，达到美观效果的同时，还可以防止因为潮湿引起的一系列发霉等问题。桶装的环氧彩砂运用劈刮工艺做到屏风效果，对于小砖来说，施工起来也更加方便快捷，轻松实现缝隙消失术。同时，为了进一步确保厨房的安全，厨房顶部的天花板也用了立邦防火耐燃的无机涂料。我们是使用了立邦的真无机内墙面涂，可达 A 级耐燃，非常适合我们在厨房这种有明火区域的地方使用，不怕火，更加安全。室内的施工仍在继续，室外也没有闲着。设计师希望能把仅有7平方米的庭院打造成具有扬州当地特色的花园。为此，张灿和邬俊逸一起特地到河源来汲取一些扬州园林的灵感。
这种感觉找得到不能？这种感觉，它能找到这种老砖，实际上是最好的。收得到老砖吗？它都是方的，我们是长方的。但是我们看啊，我们那个高，因为我们没这么高一个，它是四个嘛，我们做两个嘛，我们做两个。其实我们在中间发现了很多的，就是草坪铺砖和它的排水，就是古时候的排水的方式，同时还有我们南院的墙面的那种镂空砖雕的花窗，也用传统的方式从河源的这些传统的房屋建造和美学建造当中获取下来。有了传统文化印记的砖还不足以让设计师满意，庭院的核心是植物的选择。为了更好地呈现具有灵动性的扬州园林的效果，两位设计师开启了寻找树木的旅程。哎，这个烂梅这个形状就像那个样子，哎，像那个样子吧？不行，这样还行啊？这样行不好？不行不行。那个拐上的一个枝和这边这个拐过来这个枝，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再探出去那个枝，啊，可以的。关键是那个穹顶中间掉一个果子。百十年、哦，要百十年，非常有缘，选的这棵石榴，多子多福的石榴树，放到我们南侧院，然后完了之后，它的姿态非常非常棒，刚好跟我们的尺寸也非常适合。工人们开始了庭院造景工作。解决了庭院造景的问题，设计师又在入户门和旁边的窗户上做了精心的设计，包括门窗的做法和门楣的做法，我们完全的照着传统的做法去跟我们当代的方式进行咬合，用砖雕的梁托的方式去借鉴这个。从丝丝垂柳拂东风的三月，到丹桂飘香的十月，历经七个月的奋战，这个历经了半个世纪风雨的老房子终于将要迎来新生。在此期间，设计师团队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只为打造更舒适温馨的家。而在他们的背后，也有着一群默默付出的劳动者，他们将图纸得以落实，让梦想照见现实。那么这个梦想的家将会呈现怎样的全新面貌呢？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近100万家庭的口碑之选。回家喽，激动啊，爸！前面好像种了一棵，门口好像种了一棵树呢。哇，哇，这个好好看啊！哇，走啦，就认得啦。这以前是大门的位置，这里是旧车库，你看现在，哇，你看这边它窗沿上面也做了造型，对，那个玻璃也是那种花窗的，哦，好好看啊，如愿了。以前你就希望家里面啊有点这种园林的感觉，你看现在门口就已经有了，哇，里面会是什么样啊？很有趣哦，这个灯对，挂在墙上的，哇，好漂亮，好漂亮。爷爷那个楼板拿掉了，这样，啊，对，空间一下子光都照进来了，哦，啊，原来那个阴暗的小车库现在好像，哎呀，变得很敞亮了。哇，餐厅这是，哇，这个我想要的是好大，大餐桌可以。哇。哦，这个也太好看了，哦，以前这里是客厅，现在直接变成了我们大餐桌加厨房，哇，哦，以后可以聚餐了呢，是不是？你家可以吃火锅了。哇，客厅啊，哦，那个是那个老柜子，对，奶奶留下来的柜子，奶奶留下来的那个老柜子，爸，太好看了，看现在这柜子的样子，家里面以前特别高的三层的那个柜子，啊，哎，这还有一个茶吧。是不是你最喜欢的茶吧你看你的院子，哇，哦，啊，这还有假山，还有流水，你的院子还有鱼，年年有鱼，哇，还有鱼，哇，这个石榴好好啊，好
好大、啊、好大一颗石榴啊，这么大。以前这边是楼梯，然后我们都要从这儿上二楼，然后破破烂烂的。还有那个楼梯，因为是露天的楼梯，下雪了特别滑，会摔倒。这样以后，这个等于现在楼梯到了到里面了，那样就安全了。委托人一家步入新家后的欣喜溢于言表。那么张灿和巫俊逸还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惊喜呢？哎，张老师好，吴老师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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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吴老师。谢谢张老师，怎么样？太棒了，太棒了！一进来以后，整个人是不是完全晕掉了？是的，是的，是的。空间的整个感觉都是非常变化很大的，大变化，大变化。爸爸高兴的哈，你看，太激动了，激动了。爸爸开心是最重要的。对，进来看到不一样了，然后又他特别想要的这个小院子，然后很开心。谢谢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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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应该的，开心就好了。啊，我跟张老师一起带你们整个看一下。好。对对，我们先从外面看一下。小盛，你们还记得你们家原来的样子吗？记得，这边原来是车库。是是是，对，是一个破烂的要塌掉的房子的。没有想到做成这样一个造型，因为原来就是一个大的铁门在这儿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方面跟吴老师一起，我们讨论了很多，然后我们还吵了架，有一定碰撞，有一定碰撞，有一定碰撞，吵架是正常的。就为了做好这个事情，非常用心的去打造。你看，用了扬州的砖雕。这是我跟吴老师，我们专门去河源，河源，对对对，去看到那种内容，然后专门定做。对，我们刚来的时候也跟爸爸在那儿说的，说以后就感觉我们就不用出去逛园子了，不用逛园，自己家幼儿园子。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迎宾的一个，这个是吴老师专门让扬州最著名的叠石的老师傅专门来做的叠石，然后我们去，我跟吴老师我们一起选的树。啊，这个玻璃，这个窗户也好。这个窗户就是扬州的海棠花的，海棠花的。然后完了之后，它的压花玻璃也是我们传统房子的。对对。哦，就这种，所以说我们希望它有一些传统的记忆，但是又能够，带来新的生活。是的，是的，就这一块就真的还原了。我们继续看看，好，再继续看看。我们从外观进到是我们的厅里面，吴老师做了很多很细致的工作。那这些细节呢，像譬如说入户以后我们下雨天啊，我们放伞的地方啊，随手放了一些钥匙啊，因为回来以后呢，等于是我们的门啊，我们会运用这个，你会看到刷卡的啊。对对，它是老古门，但是它是指纹锁，还可以刷卡。对对对对对，那刷卡远程操控，因为有的时候可以在家，你们万一有什么事情啊，亲戚朋友来啊，可以远程操控啊，这个是非常细节的，很方便，很方便。对，那进来以后呢，我们进门这一块啊，你会看到，哇，再也不用担心一进门没地方放鞋了，而且它可以旋转式的，对，啊，这个它要拉出来以后，它再做旋转。哇。哇哇，这个好厉害啊！就两边可以放，两边可以放，两边都可以放。你们的鞋终于有地方放了，我不用一进门地上十双鞋。对对对对对。这个客厅的话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餐厅跟厨房的空间，所以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你们说的希望家里能够未来多一些朋友回来聚餐。那这里这张餐桌，这桌子我们刚刚还在说对对对对，多少个人，还可以加长。还可以变化，按照你的要求，十个人可以聚会了。而且你会发现，这张桌子的设计是来自于扬州的个园。哦，对，我希望说我们在扬州能够更多的把这个我们自己家乡的东西融进来，个园里面经典的这个家具，我把它重新改造成了一个既是岛台。又是餐桌，对，同时还可以拉伸的这么一个概念，只能说，太酷了。但这里还有一个小惊喜，你们有没有看出来？这是家里面那个柜子上面的，这个花是那个上面。这个花是那个老柜子上面。阿姨看出来了。啊，对，原来这个柜子的改良就是说，我们运用了以前的家里的那款老柜子，而柜子上的老花门，然后我们把它重新把它取出来以后，结合我的新的一个设计。然后把它运用了进去啊，那既把这个过去的回忆留下了，同时呢又重新赋予了它的新的生命。老师那个画好好看啊，就也是有那种园林的感觉。四个字，有福之地。有福之地，有福之地。这个地方真的是有福气，非常有福气的，真的很有福气。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有这么一幅，感谢两位老师，感谢两位，很用心。对对对。那画旁边这边是这个，感觉像一扇暗门，像一扇门是吧？对。好，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这个地方隐藏了一个，哦。
就卫生间，就是看见我们刚才外观的那个小窗子没有？是，客人们在这儿就可以用卫生间，相当于这个卫生间就是你们原来的卫生间的大小。哦，我们还有，哦，这是第一个卫生间，期待，期待啊，这是第一个卫生间。原本入户的客厅区域，设计成了开放式的客餐厅，拥有可以容纳十多人聚会的就餐空间，也配有宽敞的操作面，方便一家人使用。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强大的厨房，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相对橱柜台，橱柜台里面，我们的上面的柜子都是可以拉的，对，按一拉起来会非常方便，你可以完全就可以够到，以后就没有困扰了，以后不需要我来帮你一样一样的拿了，你自己就可以搬到了，自己可以拿到了，对对对，哎呀，这个好。然后阿姨你看我们调料怎么办呢，这桌子上我们要节约的那个台柜的位置，哦哦，所有的调料全部在里面，这个好，这个好。然后还有阿姨是不是还有很多锅，对，是的，锅特别多，专门做的给锅放的抽屉，哦，他的锅终于有地方放了，好多锅，有地方放了，这下锅这下可以有地方放了。阿姨你不是因为经常要照顾爸爸，可能他叫了你就要马上去，也许你会忘记锅还放在灶台上，然后火还开着，都忘记了。林内的这套灶具，它灶头上还有个感温探头，可以实时监测锅底的温度，这样不用一壶锅，可以起到防干烧、防意外熄火的作用。还有六种美食模式，这个是非常好用的，特别安全性，特别安心了，安心了啊！好，来，我们还有惊喜，爸爸的房间。哦，这是扇门，哦，门哎，那是门，哇，哇，哇，太棒了吧！啊，好敞亮啊！你在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看是不是？院小院子是。看见了吗，叔叔，你的房间好不好？谢谢张，谢谢吴老师，我太棒了，感受完了。这个房间太精致了，精致了哈，这是为爸爸准备的房间。结合这个格局，我们原来是这边都是墙体，就是完全是阴黑湿冷的。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呢搭开，我们有爸爸可以看到的花园，然后呢，吴老师我们室内装饰做的他的娱乐的区域，然后他可以坐在这儿看电视。这个柜子呢，就上面会放爸爸的药啊，平常很多的药品都可以放在里面。然后这里呢，实际上单独是为你跟爸爸设计了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呢是可以偶尔你有空的时候可以陪爸爸下下棋，然后呢爸爸喜欢打牌扑克牌，那我们里面啊打开来也可以放牌啊，放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对对对对。他去北京哦，下过棋，参加桥牌比赛。以前去北京参加过桥牌比赛，所以说吴老师就考虑了这些放牌啊，对，说你要回来陪着爸爸，回来一起灌蛋，老师陪着灌蛋，一起灌蛋，打牌下棋，我觉得都非常好。然后这里呢，实际上你看啊，是一张这个沙发，但是同时呢，就有的时候可能爸爸需要照顾的时候，他打开以后又是一张床，是一张床，是一张床，对。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卧室的床的设计都是一体化的，因为我们是希望说，有的时候父亲自己在家，那他可以自己啊，他自己可以扶着这边啊，可以上床。然后这边呢，我们有一张，就是说有的时候啊，父亲在房间，譬如说端点早餐过来啊，那他可以在床上直接去，那我们是可以把它放过去，移动的，可移动的，既具有美感，也有非常强的功能性。对对，功能跟美学都结合在一起了，对对。然后我们到了卫生间以后呢，那在爸爸的卫生间里面也为他设置了很多啊，能够让他随手可以可扶的。那因为爸爸有的时候在这边，假如说他想自己把窗帘稍微拉一下，他可以通过这边的这个扶手，然后过来以后呢，他上洗手间的时候，你看这边的这个你左手的方便，对这边的这个扶手啊，也可以，是可以扶手可以撑起来的，对啊。卫生间里面他在淋浴的时候呢，是可以坐下来，首先可以帮父亲去洗沙洗。以前给他洗澡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地方抓，所以他就很害怕，所以他不愿意进那个浴室。小盛还有叔叔，这个台盆也是为了你，我们专门降低了它的高度，从人体工程，然后你轮椅坐在旁边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操作。你看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来试一下。你自己开水。可以刷牙，太好了。对，这个高度真的好，真的好，对，很舒服。以后可以自己刷牙了。原本阴冷潮湿的一楼卧室，被设计师打造成一个温暖舒适并且功能齐全的专属套房，让父亲不出卧室就可以解决所有生活所需，同时
扶手、超宽的通道等无障碍设施，方便智能，便于父亲操作。安装的电动窗帘，良好的遮光效果，也能让父亲更好的休息。这个地方是原来我们的厨房，记得吗？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的家庭聚会就在这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我们旁边是有花园，我们下午的时候阳光会射进这个客厅里面。这里的这个柜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是原来奶奶那个老柜子是吗？对对对，我们刚刚其实我用奶奶这个老柜子呢分成了两个家具，有没有看到？看到了，所有里面的这个骨架的部分都在这里，还有那个抽屉。对对对对、啊、抽屉打开以后啊，有岁月的痕迹啊，但同时呢我们给它重新安了新的门啊，对，就非常的方便在这边喝茶。整个的沙发茶几跟这个柜体它们的功能之间都是相互结合起来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啊抱枕，葫芦枕，葫芦的抱枕啊，这个葫芦的抱枕和过一会儿我们要揭秘的院子也有一定的关系。对，那我们从沙发这边过来以后，你们会发现整个这边我做了一个屏风的一个设计，对它跟茶几的关系、烛台的感觉和整个天窗下来的洒下来的这个光，阳光，对对，犹如一幅画，都是一个对景，犹如一幅画卷，对啊。清韵典雅的客厅空间，既留存了家人对过去的回忆，又融合了现代的元素，安然宁静。我们这个小花园，我们沃尔士，我们专门跑了苏州和扬州所有的苗圃，去找到了这一棵石榴树，多子多福哦。还有一个葫芦在哪儿？还有一个葫芦啊，这是一个葫芦。啊，阿姨看出来了，阿姨看出来了，阿姨看出来了。这是一个葫芦形的一个小的水池，对对对。我们这里的这个叠石的话，也是我们请这个做了个片石山房，扬州最知名的片石山房的这个对孙师傅，他来帮我们来做的。哇，太棒了，太棒了，是吧？对，太棒了。这几个衔接起来，让这个整个的生命和活力，能够让这个家更加的有阳光。庭院内，山石草木郁郁葱葱。委托人一家可以在这个充满诗意又富有扬州本地园林特色的空间里，听鱼虫鸟鸣，感受清风徐徐。我们马上上二楼，但是吴老师给你们有个惊喜。吴老师看到了，看到了，是不是楼梯下面？对对对，我们运用楼梯下面的整个结构给你们设计了一款最具有中国风的中国元素的一款猫别墅， 整个的形态结构关系跟这个楼梯之间在一起，对，非常完美的去融合每个空间。是，我一能想到猫像这个流水一样，一级的跳下来。对对对，这它的待遇不比你们两个待遇差。哦，太棒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我们的楼梯这一块全部采用了这个智能的灯光啊。楼梯上来之后，然后跟我们门厅空间，我们可以看到这门厅空间，门厅进来之后，这个地方有个通高的空间，我在这儿就可以看到谁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对。阿姨，我们现在走到楼梯的这个部分和整个工区，我们墙面都采用了立邦魔术漆雪花岩的这个效果，这个效果看上去有一点岩石颗粒感，摸起来有软木的触感。色彩上我们搭配了偏冷调的杏紫灰色彩，干净舒适，十分耐看，也耐磨耐用。哇！哇！我的露台，哎，啊！我怎么样？哎，以后就在这里可以喝下午茶，爸爸可以在下面组织牌局，我们可以在上面掼蛋，不相互不影响。哇！我们这个阳台看感觉还是原来那么大的阳台，对，但是我就希望能够不占用室内的空间，然后我跟最后吴老师我们俩讨论出来，形成了一个内外过道。我们看看可以转变，可以转变成室内过道，就是你下雨的时候完全可以就把这个封起来，完全可以封闭起来。哦，然后打开了之后就完全通风通气。对对对对，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就是一个大阳台，既可以保证我们就是拉起来就是保证我们的安全性，但是我们下午比如说我们想需要有这个大露台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能保证我们的这个空间。空间，哦，因为这个地面其实是平的，基本上就是跟外面全部是平的。那这个房间是谁的房间？你们自己看看，猜一猜，看是谁的房间啊？哇！这个是谁的房间？光线太好了。妈妈应该是你的房间吧？这里。我估计应该是。妈妈，你的。哦，应该是你的。你看到水吧台，这边肯定是你的房间。哦。你以后就可以在这儿养生了。
这个床靠背好，对，高高的靠背，软的。我现在的床是硬的，不舒服。哦，阿姨猜到你的房间了吗？她猜中了，猜到了，看到了一个茶水吧。还很满意这个靠背床。阿姨有没有看到送给你的小惊喜？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乒乓球啊。在离你最近的地方。离你最近的、这个、不是吧？往里移开，看看是什么。哦，是个乒乓球，乒乓球拍，对呀、啊，乒乓球拍的，乒乓球拍的，乒乓球拍的茶几哦，对呀、啊，妈，你看，连造型都是按照你的兴趣爱好来设计的，这个好用心啊，超棒，对，这是给妈妈单独设计的，对对对，这边的整面全部是衣柜系统，对，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哦，对。阿姨在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较高啊，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它拉下来，对。从下面挂衣服，对，就很方便，不用够，对，就跟楼下的厨房一样，所有的设计在细节上面都考虑到你在未来的一个使用，对对，这个就很方便。这个好，这里呢就是阿姨专门设计的这个化妆台，啊，它既是平常呢，就是说它在这边偶尔有事情啊，也可以写写东西，啊，对啊，另外呢，这个底下也是有惊喜的，哦，打开来。整个的这个收纳的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小的过去的自己的一些小玩意儿啊、首饰啊都有，小镜子，镜子也藏在这边。然后我们进里面的空间还有单独为你准备的惊喜。哇！阿姨没想到还有个卫生间吧？哦，还有那么多乒乓球？哦，这个好好看，这也是为你特意做的设计，对不对？嗯。还有洗衣机、烘干机，以后再也不用来我们房间了。太惊喜了！我本来就在烦这个问题，跟他在说。所以他要洗衣服的话，他必须要先进我们卧室，然后在那要把衣服洗好。不用了，现在你是独立的，我们为妈妈专门设计了这种嵌入式的洗衣机和烘干机，独立使用。然后看到那个没有？看到了乒乓球，我已经对我们吴老师专门去花了很多心思，把所有的乒乓球。作为一个挂件放在这儿，这个谢谢。因为我们把过往的，比如说你打球的这些回忆啊，通通的留在了最后的一个惊喜。对啊。委托人母亲的卧室配有单独的卫生间和洗衣烘衣设备，方便了母亲的日常生活，同时，温暖的阳光洒下，也能让她身暖体健。终于到我们的房间。哇，这个灯好好看啊！上面是我们的工作台，哇，好棒！哇，真的感觉太幸福了，就是满足了我们所想要的、所期待的，然后又超出了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所期待的。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们看到整个房间的格局，我们有很多的惊喜，这是单独为这个安娜设计的，梳妆台。但母亲有一个，你也有啊，这个不能缺少。然后我们除了这一块以外，你们可以看到，在原来的这个房间的门背后，对，原来它有一个内洞，对。那我之前也有设想说，是否把它要封闭掉，后来考虑了一下，我觉得实际上空间还需要在背后还有一些小的空间的收纳，现在你的一些小东西都可以放在这儿，对，而且因为空间小，那这个时候并没有用封闭式的这个隔板，而是用了这种光影的这种穿透的这种设计啊，让整个空间所有的细节都有所穿透，啊，无处不在的收纳柜，对。阿姨啊，我们的卧室的墙面基本上选用了立邦魔术漆侵蚀微水泥效果，整体效果看上去是水泥的质感，触摸起来却非常的光滑细腻，抗脏污性能也比较强，质感你看一看还是非常棒的，对，而且整个色调都非常的温馨，对。这边应该是我们的卫生间了，来看一下，哇，你看这个，哇，这个颜色好喜欢啊。跟妈妈那边一样的台粉，对，哇，这个砖的颜色好喜欢，我们也有，洗衣机，那我们现在就是屋子里面上下一共有四个厕所，对，好，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跟吴老师其实也是一直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个方式，让我们的楼梯和你的床这样结合起来，楼梯下面做了很多收纳的系统，有点像什么，就是梦中的样子，因为小时候常常就是会
在奶奶房间就会爬到上面去玩嘛，就这种感觉，就是突然一下子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等到你的孩子出来也会爬到上面去玩。我们上面是多功能可以变换的，你的工作室以后可以变成小朋友的玩耍的地方，而且这个包括空间的高度完全就考虑到你们，包括你的身高和我们的工作环境，所以说进来你都可以完全站直的进来。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工作室。对对对对对，这而且这个我觉得它的长度足够我们两个人一起两个人一起在上面，而且空间完全是够的。然后我们又利用了这个房屋的斜屋顶下面，吴老师做了很多的详细设计，就包括收纳空间和这种方面。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哇，这里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工作台，或者是还有个榻榻米，然后你们俩可以在这儿喝茶，就是你们俩有专门的套房系统。那一个点位实际上我们给你做的尺度很大，但进来以后还有，还有为什么？因为你们俩之间的工作未来一定是交替的，相互之间最好不要干扰，对不对？就各自的这个创作都不一样。那你呢 ？IPO 未来有宝宝了，你就可以独立在这个空间。老师考虑的对，外面是可以变成小朋友的。对，而我们的这一面玻璃呢，是有我设定了一个电镀玻璃。当它开启的时候，整个它是雾化的，你是看不到下面的。那这个时候又保证了这个妈妈的私密性，这个私密性，你在这边工作的时候，它是看不到的。从来没有想过。对对，都说嘛，梦想改造家就是造梦嘛，真的就是像做了一场梦，像做了一场梦。对，你这个梦会美好的延续下去，幸福的梦。委托人夫妇的卧室同样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大量的储物空间。阁楼区域则是他们的办公和休闲空间，整个空间温馨而舒适。希望你们能够开启未来的幸福的生活。然后我跟吴老师也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礼物，来，这是我送给你们的新月共圆的茶具。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红红火火。希望你们，然后就团圆，大家团团圆圆的。今年是兔年，今年是兔年，我也属兔，你也属兔啊？对，哇，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是我送给你们的，这份是给阿姨的，啊，阿姨看一看，阿姨看一下，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哇，对，整个这个盒子全部是刻出来的，非常有意义。未来阿姨可以把自己最值得纪念的或者获过奖的哪一次的这个用过的这个拍子放在里面。这个是送给小生跟太太的，我们既有对既有传统的感觉啊，又有当代的感觉，两个人是一对，一对啊，专属的杯子，专属的杯子，专属心理杯。然后我跟吴老师俩送了你们礼物，然后节目组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来，一二三，哇，就是我们在那边拍的那张照片，拍的那张合影，哇，还是双面的啊，双面的，太有爱了，太有爱了，太有爱了，好，希望你们一家人幸福的开始，幸福美满，美满的新的生活，谢老师，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两位老师。这个礼物有点大了，有点分量，比我们的大多了，比我们的大多了，我们要小一些。哇，这啥？这是我们扬州的漆器，叫红金斑漆皮福禄。然后也是希望嘛，就是老师把这个就是稳定的生活带给我们，我们也是希望把福禄送给两位老师。然后，而且我们给两位对，给老师的两个葫芦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对，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边，这边是这位，这个是给张老师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因为张老师第一次来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烟花三月，三月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把这一句诗就留在了这个 OK 然后给吴老师的是什么呢？看看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因为当时葫芦做好的时候正好是白露，然后白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正好就想到了这句诗，然后也是希望，因为扬州也是吴老师的家乡嘛，也是希望对吴老师有时间能常回家乡来看看。然后这边还有梦想改造家的，然后另外一边是都是一样的，就是梦想改造家，然后相约人风里，因为哎呦，就是家的位置，对，是相约的位置，太有意义了，太有一辈子的回忆，一辈子的回忆。OK， 太谢谢了，谢谢两位老师。家是最包容的地方，它包容委屈，接纳疲倦，家也是最安心的地方。它遮风挡雨，可以依靠，因为总有像盛妈妈这样的家人，愿意打开心结，俯下身子付出，张开臂弯拥抱。让我们祝福这对善良的母子，
希望这个老城区的新家从此能欢乐永驻，温暖明亮。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本次改造费用如下：土建含人工59万元，硬装含人工33万元，软装含家电18万元，园林含景观6万元，共计116万元。由于节目编排的调整，下期节目将于11月9号星期四播出。生活可以晨起暮落，早出晚归，生活可以坐观流云，卧听雨眠，生活的一切无有对错，只有选择。就决定说退出整个城市的生活，找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认认真真的生活。是是，哎呀，11月9日周四晚22点，设计师谢科、孙华峰带你走进绿满川、雨如烟的理想家园。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打开网易家居 PC House 太平洋家居，博乐会智娱影视聚焦一点资讯，环球在线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中华万年历 Do News 一多堂 APP Framey 达人室内设计网轨迹从不拖更安居客家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